昨天那个师傅是肺癌肝癌嘛，对，已经蔓延，那我就回来病了，就立刻他看到就知道，回来现在菩萨又来帮我治，结果菩萨把我这个肝的液呀带到他身上，带到菩萨身上来，你看菩萨受苦难，菩萨受苦难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进，哦，菩萨受苦难。也许你说是菩萨受苦难，你们也不忍心，所以菩萨很多受苦难。我知道。好，我们真的很幸运，要不然还不得了。我会相信。你看，亲自，我担那个师傅的业，就是他把这个业取下来。我声音都不能讲话，咳嗽咳的。你现在看这菩萨的伟大，他不忍心我承受，他把这个业。因为那个癌细胞的壳和皮层不一样，像皮肉它里面咳不出来，就在里面，像它这样熬药，就像它好难咳出来，现在所以咳不出来，就一直咬，再生出。哎，来了，台中的，这是高雄的，这是高雄的人，那个台中的人来了，啊。人家又来了，对吧？这是台南的，他也有感应，所以我说你的事等到他们来，他们都不用我说一句话，他自然做，啊，他很客观的做。娘，痛苦死了！你看看，菩萨好痛苦，佛好，他更难受。那你想昨天休息，没有力了。昨天就病倒了，在他给我一个205的产房，直接就给我住。我说我实在撑不下了，到我房间带他去休息。弥勒佛就来跟我讲话，趁此机会。你看脸都发白，我的头发神看老张，他拿下去以后，他的脸所以精气神大损。你好。
护法不一定让
他们家小的，所以这就是护法。杯子配杯子，他吐。龙天拿杯子，快吐出来了。对，塑料杯啊，对，吐出来，吐出来。把那个吃的，哎呦，你看都吐了。嗯，来，我照一下。吐那么多毒，都毒啊！吃下去，像啄木鸟一样把那个虫子都吃下去，所以细菌。啊！有粗的有。再上三十。啊！再上三十，再白外面。去摸摸，张开嘴巴。后面撑着，后面帮我。张开。你们看到了吗？有那个都发现现场换过来，他也是，你看累坏了，连神都累坏，你说人受得了吗？对啊。那个师傅，那个病的师傅，很苦啊。你好。喝水，来求圣水。你啊。垫子，垫子，快点！这边垫子，这边会垫着。不是，垫子好拿，等一下，没有关系，等一下给我拿哈，没关系。哎，林燕，你麦克风准备。我把他救了，能够做整个会场的主持这个会场，你是不是也感觉到？在活活做，意思。同时，我做这个行为，你们不要见怪，因为大明法师也年纪大了，和我同岁呀，70岁了。假如让他失去一个好的助手，请问他在往后主持会议的时候怎么办？他要每次办大型法会，那没有这么一个好的帮手，是不是也是很难呢？所以你要原谅我，能够给他长一点的岁月，就让他行功立德，把功德回向给你们，好不好啊？你总要让他的肉体能够行功立德呀。你们把他缠着都不能行功立德，你也不能赚到钱了，对不对？好。全他以他的现象就要快死在眼前，可是大明法师最近在年年办大型法会，稍微晚一点，好不好？你要是锁他的命的话，稍微晚一点，让他做点功德回向给你们，好。善水上下，善水。嗯。他想感恩磕头，却没办法磕，残障，身体都残障了。要救，我们都是要阴阳两救，两度啊，度阳的，也要度阴的。哦，今天我给阳的一碗饭吃，阴的不要。要圆满。好，要圆满。但是他们也许很多，不是说冤亲债主是一个，现在视线啊。他是一个代表的，代表他
要是说不甘心，这一个代表也可以回去讨，因为这个是你的子女。喉咙好痒，好痒，好痒。昨天已经好痛，这里好痛，好痛。昨天我吃百花油擦的满头都是，那个百花油流在脸上都没有感觉，因为那个皮都已经麻木了，那个脸上的皮都不是自己的肉了，那个液都成了那个癌细胞了，不是肉细胞。所以林教官就在前两天，林教官都看了，满头的那个叫做百花油的水一直都流下来，都没办法止住我的痛，没办法止住。所以你们看到我的情形，林教官，我今天就是要林教官注意力要集中，叫你你就赶快举一下手，又因为我看不到啊。林教官，你知道在这种情下都是僵的，那我的痛超过你的痛很多，可是我有视线出我的痛来吗？我有把不欢乐悲哀表现出来吗？没有。所以你看你的痛，你就说你腰痛什么痛，你就把脸扣起来，你知道你的痛是五分痛，假如你把脸一哭得罪了别的阴的，又是来报仇或者又来伤害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又得五分痛，就是十分痛苦了，懂吧？不管我们怎么痛苦，不要显在脸上和身段上，要积极，动作快。所以昨天我有跟你讲，为什么当场我不讲，过后到没有人的地方我再跟你讲，回到家来我们再告诉你怎么做。你假如每一次都这样，你就知道夜的可怕了吧。你愿不愿意十分痛苦？不愿意，就积极奋勇，懂不懂？一定在脑子里写上积极奋勇，乐观奋斗，你就会打破那个气团，那个气团了。好，我等一下讲解这个修道是怎么点滴中的道，要怎么化解这些冤亲债主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上香打向诸佛菩萨，行三公里，一冲再鞠躬，三鞠躬。好，大家面向门外，向我们的冤亲债主恩公行三公里，一鞠躬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恩。好，大家面向菩萨。小佛参见母人。不敢看，不敢看。母人，你辛苦了，快点说。
的官员温暖你们，我也不见怪你们拉了我受伤，但是护法希望我长寿健康，能够常住世间，使世间的更多的人能得度，所以你要原谅我。同时我做的时候你们也受惠了，对不对？你静一下，我把这个道讲给大家听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修道啊，难呐！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心门打开，接纳任何的言语啊，然后改进自己的脾气毛病就好了。活在当下，不要在这个当下的时候想到家里啊，像今天在这里，不要想到家，也不要想到你的工作，也不要想到你什么。叫做法喜充满，所以有两个最快乐的事，就是法喜充满和禅悦。法喜充满像讲话啊，法喜充满的时候，你自己会吸收到一句话或者半句话就受惠。禅悦就是当你没办法答问题的时候，定下来，静下来，然后使自己能够把事情调理得很清楚，调理清楚以后也是很喜乐啊。所以这两个法宝。今天再加强语气跟各位讲，法喜禅悦两大事一定要修啊。那么这几天呢，在庙堂里面看走，在庙堂里面呢，所以昨天到月会山庄的慧生法师，他说你走了这一点以后你有什么感觉？我说师父，有名的师父，高贵的师父，往往会自大，不知道从别人身上去取经，也不知道从众生身上去叩拜去取经，都以为自己很大。想当年佛陀他也是叩拜众生呐，没那么享受啊。所以我就跟他讲，他说师长，那怎么样子统合大众，怎么联合，这就是一个技术。像前些日子上两个礼拜，我到天大怎么和天大道院，和天大道院的师父他收了很高，他也是大神通力，他就认出我是真正母娘来到凡尘了，他很恭敬，而且他的弟子都叫我母娘啊。哎，你想他家的孩子叫了我一声母娘，生病到死，你说我会不出手救吗？对不对？最起码让他跟师父多聚一聚嘛。所以这个时候我跟他接触的时候，他对我信心不一定很坚定，我们就不要出手救。到人家的道场要谦卑，人家本身没有求你，只是示现他的痛苦的时候，你就讲讲话开示一下，或者是随便怎么乐一乐都可以，但千万不要出手大法力出现，免得人家也会不高兴。所以第一次呢，他们呢买了个大比丘这么大，黑的大玉石，擦得亮亮，好漂亮。我亲自看他给这个石头比丘石头洗，然后没想到把这个石头放到佛上去了。结果呢，有一个就管这个庙的师父呢，就感应到什么肚子痛不舒服，什么全身都不舒服了，就问他的师父大明师父说，我怎么不舒服了？师父说我不知道，没有讲。他就跟我讲，我怎么不舒服啊，很难受啊。我就摸一摸他的脉，我就突然间说，那个比丘啊，你桌上的比丘啊，公的母的比丘啊，要生子。我心里想还真奇怪了，还会一个石头还会生子嘛，对不对啊？跟他这样讲了，他心里想，好吧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叫我问我怎么办，我说我明天帮你接生，把小比丘给你接生下来。所以那天晚上我睡在他那个里面禅房，我一夜都不能睡觉，因为在大行普渡。你们也许觉得你们都在渡人，我告诉你，畜生道很多，无声动物很多，都要得渡。好不容易你来了，你还呼呼大睡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一夜没有睡。第二天我在想啊，我一个人讲我帮你接生，人家说你自演自导，骗人的啊。所以我一大早六点钟就打电话到台湾啊，给请林堂主开车下来。那我也不讲什么。
么事，请你今天再来一次。他已经来连续三天了，很辛苦嘛，跑得很累嘛。那这天本来我叫他休息，可是我没有让他休息，再来。然后我又通知误点你来，又通知淑珍你来。结果到期以后，我就说了，好吧，我们到比丘面前去看看。结果要开始接生了，结果就这个小母比丘就附淑珍的身，那种痛苦就是生产的痛苦。我就从这个上面轻轻地抚摸下来，动物畜生道嘛啊，因为那个师傅要想学接生呢，他说你要接生你要教给我，不然下次再有比丘生孩子，我不会接生怎么办？好啊，我说那你仔细看，啊，这样轻轻摸他的背下来，啊，然后他不是动物就是趴着的吧，他的身呢，然后你从腹部这样摸他的胸部，轻轻推下来，小那个小孩。推下来，再轻轻接，不要拉，一拉扯他的会受伤啊！啊，轻轻取下来。哎，这个老母比丘，这个母比丘好高兴啊，起来还跳舞，还来连我，还给我撒娇，终于清爽了、啊。那个小比丘一下就长大了，别像人长那么慢，你知道，动物长得比较快，长大了，好高兴哦，又在跳舞，还跳舞。嗯，所以我们看到很喜乐。正好呢，大明法师生病，没有在现场。结果有一个女尼师傅就跟他讲了，结果大明法师每次都要问菩萨杯呀、啊，要到佛前应杯，真的假的？你们都说你们都看到了，我问问神是真的假的？啊，神就告诉他是真的，而且你今天见识的这个母娘是功力非常深厚，不是你想象能够到的。他很好奇，他想真的吗？这个真的是我见到的大母娘，因为母娘有五个嘛，瑶池金母是最大，而且。这个瑶池金母又到了凡尘，还真这个图像，就穿着衣服没穿个法衣，是不是？他就打电话给慧生法师，慧生法师问他说：“我认识一个母娘啊，她的功夫还真高哎，这个功力还很深厚，你认识她吗？”这个慧生法师呢，一听说：“哎呀，我怎么不认识？我比你认识的还早哎，我早就在从山顶上下来接她了。”结果两个一讲啊。原来他还真的是啊，还不是假的骗人的，在世间上你们都要都很多道场有母娘嘛，是不是很多母娘嘛？好，他就好高兴。这个慧生法师呢，经过这个大明法师的求证以后，慧生法师的信心也大增。啊，就我们到达的那天前天吧，我们到达，他就突然间又碰到我了。哦，我高兴接待到什么程度？这个课程你们要修了。看我进来，马上让我坐，不要动哦！我给你端菜，跑到那个菜盘那里，一样菜一样菜，装到我的那个盘子里面，啊、哦，放在这里。然后饭，他的弟子赶快盛上来，一切都招待，恭恭敬敬。自己没有吃哦，自己吃饭吃到一半，赶快放下，是这样接待哦。哦，我们的护法呀，还真会护护什么护饭碗去了，拿着他的饭碗跑到老远去坐，我叫他回来。他说乾坤两道分排坐呀，我坐坤前道去了。我跟你讲，人家师父给我端饭，你就应该给师父给他抢过这个饭碗。你师父不敢劳驾你，我来，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啊？弟子服气老嘛，对不对？你那倒觉得怕还是不？我就不懂，傻呆了，还跑到那边去吃饭去了。我就叫了伴娘回来了。那另外一个在我旁边的可没有说乾坤两道分开吧？那么你是个女的，你应该也赶快去把她这个饭碗接下来，还是给师傅休息，给师傅点盛饭加菜，又傻了傻了站在那里，我就觉得很难过了。为什么？我跟你们接触20年了，我都没有训练你们给我装个饭，我也没有训练你们帮我捡个菜，你们这小孩出去啊，还真是不给我做事。你不做事啊，难过的是我呀，因为我羞愧自己没有教好你们，所以今天我特地上这个课程教教你们。那一天呢，那个师父又跑来看我，这个慧生法师都要高达6-7次来看我。我一看机会又来了，我赶快倒茶，我就说敬得高高敬得，补他那天帮我盛饭的事啊，敬得你可不是给你喝茶，不要把他当作凡人看，那是超凡入圣的圣人。结果他好高兴啊，然后他就开始讲了，他们这一圈呢、啊、是教官群呢，
教官退休了以后啊，不休而来普度众生，跟大家结缘。他开始讲，本来他见了每一个人都跟人讲，这是瑶池金母下凡尘，肉身无量，好，都跟人这样讲。结果他高兴的把他手上的这个珠念珠，我说是七彩，这叫什么珍珠啊？他说八彩，好，八彩珍珠。我这个头上这个珠啊，只有100块，台币100块买的，我真不好意思把我这个给你啊，你这个真贵呀、啊！等一下你们看看，他这是发财，真贵给了我了。我就跟他讲，我从来不收东西，不收礼物，但是你的收我收，为什么我收？嗯，我要去彰显你，你一个师父这么恭敬我，到处说我是母娘，而帮我端菜端饭。我这一辈子除了我的护法会端了菜饭以外，就是我的妈妈了，没有别人呐、啊。你今天一个大师，高高在上的大师，竟然给我端菜端碗，这种心得，我要收下你的礼物来，去彰显你，赞叹你，让世人跟着你学，对不对？这有依据嘛？这个珠珠是他送的，有依据。讲起来要说我不吹牛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一个人呐、啊，要做什么德啊？当下的德。要做出来，不是说啊，师父我对你好，我怎么对你好没有用，你对我再好，你在人家面前傻傻的，人家就觉得你们这个团队怎么这么呆呀、啊、怎么这么没有力量啊。再讲这个力量，昨天晚上我把那个师父，癌症的师父本来都不能动啊，已经好多天几个月来都是哭喊哭喊哭叫，那么我度他的法门非常简单，结果另外一个师傅就跟我讲，请你救救他吧，我看他不久了，快死了，你救救他吧，脚都肿了嘛，男人脚肿就快了吧，这家头肿了，头也肿，脸有点风肿了啊，叫我救他。我说我们的护法就说要他本身开口嘛，啊，你自己本身都不来喊叫我救你，我出手就乱搞，你师傅会吃醋嘛，对不对？你会不高兴嘛。结果后来他就跟那个师傅讲，那个师傅说你帮帮我忙吧。结果他们就讲出来，前几天大明法师看到这个徒儿这么病苦，就叫另外这个师傅，就是全真教的那个负责的人，他说你去把他啊请个圣水给他弄一弄，他帮他弄完了，烈就到了他身上，他痛苦了，这个没办法再帮了，今天找到我叫我来帮忙，那么我帮忙呢不能速度太快，速度太快阴得来不及散，懂不懂？慈悲为怀，慢慢讲讲。你知道你的病吗？先讲病因，你的病是来自于从前弘法错误，讲法错误。那么今生你可不能讲错话了。他说难怪我小时候啊口才很好，就后来我就讲话会结巴，就讲不了话，不能讲话。后来我见到师父，就他的大明师父，大明师父把麦克风给我的时候，我才能够讲话。我说这就是师父给你的力量，而走的是正道，所以让你弘正道啊，正法正传，你才能讲话。结果我不晓得他原来是这个道场的专门拿麦克风主持的一个人，所以这个很有修养的一个人。那结果呢，我一跟他讲啊，讲讲就把病就讲好了，他就不痛苦了，心门也打开了，什么癌也不癌，也不会晓得痛不痛，反正就好了。怎么好的呢？一脸慈悲。我们这个小雾点呐、啊，我说你们要看看比丘嘛，啊，请这个小雾点来给你表演比丘，那个比丘就翻滚了，倒立翻滚了，全身快乐的翻滚，像小动物不是翻滚嘛，啊，他看他全身都是泥巴。头上也都是磕头磕的，头上流血，这边也擦破了。那个师傅急了，病的那个师傅急了，不忍心再翻滚了，赶快把他抱起来，像抱小动物一样的，赶快抱起他来。这个时候他起来了，哎，我说你脚肿得那么厉害，你不是病吗？哎，怎么我不病了呢？他说我就不病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不说。他因为是水果嘛，因为他是癌症嘛，他就戒荤了，不但戒荤，连素都不敢吃，就只吃水果。他下午就去买葡萄，跑出去了，那一桶水这么大，
这么高，里面是石头，也用那种石头洗葡萄，我也不懂，反正就是一种高的高贵的石头来洗葡萄。他从老远提了过来，我赶快叫刘教官，你赶快拍摄。他不但好了，他还提那么大一桶水来做事。中午没有休息的，没有睡睡午觉，平常他都休息睡午觉，今天他神采飞扬，好高兴啊。后来我说那我不打搅你了，他就讲当场录影下来，他的腿肿得很大，但是他不痛了，他把它挂碍了。心门打开，要痛不痛也不能用，也不能急了，要痛就痛，我照样做事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跟丽叔讲，你看到人家癌症的人痛不痛，被我说开了以后，管你痛不痛，痛死你，我不痛了，我就来做事。所以有的时候你身上痛的时候不要挂碍，你的腰你的背，你不要在那里若有所思，你在后面痛，他在后面痛你不理他，就让他痛嘛，你还是神采飞扬嘛。所以他每次到大会场他就会不舒服。为什么你会到大会场你不舒服？因为你那个气，每个人的气呀、啊，你假如说很雄赳赳气昂昂，人家又不敢激到你啊。那我这个昨天是单叶无衰气腹，因为我自己心甘情愿，他们被我从他身上赶上，就往我身上钻就钻吧，啊，没关系，抚育你啊，你要我知道你还救他，你知道他当初怎么伤我的，怎么杀我的，叫你尝尝滋味，是为什么师父会单叶叫你来尝尝滋味。我尝了一夜，昨天也很痛苦吧，到今天你听声音跟你讲话，但是我不把它当病，我只觉得你这不舒服时喷一喷药，再不舒服喝喝水，就怎么也不管了，也不管了，等等仙人菩萨来再帮我忙啊。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太挂碍，病与不病都在你的一念之间。后来我跟他讲，你有病以病示现来救到你的师父，你知道你的师父跟你是什么关系吗？我就过来，他已经起来了，我说来摸着你师父的手，他跟他师父几十年他没摸过他师父的手，他师父对他很疼爱，他知道，但是和尚你们知道都有礼吧，我说你跟他握着手，握了以后就哭起来了，哭起来了，我说你哭了，你感应到了，你知道他是你什么人吗？他点点头，我说他是你前世的爸爸呀，你赶快再抓另外一只手拥抱你的爸爸，前世你就是一个公子哥儿，爸爸把家产给了你，你就不回家抛家弃子浪荡子到处吃喝玩乐，到今生你怎么还你的爸爸？你爸爸现在盖庙，你就来盖庙，他现在当那个庙里的和尚嘛，那不盖庙干嘛嘛，天天哭啊，所以我说你现在要快快乐乐的跟着你的爸爸来一起修，结果他哭了，大明和师父了，没有地位的也流下眼泪，流下眼泪怕我们看他，男儿眼泪不轻弹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流呢？就跑到一边去擦呀擦呀擦半天，我就叫你叫赶快拍他，非抢他一个镜头啊！为什么？这就是一种亲情的流露，亲情的流露。所以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今日为你的师，前世也是你的父，那你要怎么办？卖命啊！所以你的痛管他的，师父有事卖命去做。到了晚上一个大会餐，好几桌席啊，十几桌席啊，结果他在那里主持节目，拿着麦克风，好，主持的真漂亮，我看到他我高兴得不得了，今天我救的人他能够在这个广大群众中讲佛法，又平易近人，又脸上笑，看不出他的病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多高兴啊。结果呢，当然我吃完他的病，我还在那谈笑风生，谈了半天我眼睛也花了，什么都不对头了，我实在撑不住了，我就带他们到我的205禅房去休息。休息的时候弥勒佛又来跟我讲话，弥勒佛，我就说弥勒佛啊，你今天呢、啊、让我出手来救人呢、啊、其实以你弥勒佛你可以救吧，你不救是去，就是有意叫我出手，有意叫我出手目的在哪里？就是希望我能够联合这么多的高人统领大众，让我来跟大家一起救人呢、啊、哎，对啊，你听到没有？
我说我接这个缘，我接这个缘，我希望他们师父跟我配合，能够把这个真理说得清楚，说得明，把他们身上的业力啊讲出来，讲得清，讲得明。我要给你们办事，我就不收钱的，通通都是免费的。但是你们要来帮我盖庙，那个庙很多还没盖吧，很多都已经还在缺货嘛。好，所以我就说，弥勒祖师啊，你是要我回来在这个地方帮助收缘，因为那个地方灵气很好。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善述清白他们的这些病因和情况，还教导他怎么样去这个病。假如你心中有这个病，天天你就说我心痛背痛腰痛，你就天天他在这个地方。我讲这个话你们生病的人听懂了吗？他有病是他嘛，也不是你嘛，脑袋有病是他嘛，啊，吃药吃药，吃完了药了没病了，有病都没病都说没病，懂不懂？不要挂碍，这个病自然就不会很重，要快乐去奋斗。那然后呢，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师父啊，病的师父啊，很有感恩的心，就当众宣布说，我今天不能动了，我已经一个几个月来都不能动，我今天之所以能动来这里主持，是因为母娘啊，母娘救了我，现在我请母娘出来。哎呀天哪，这个母娘就这么灰头土脸，昨天穿的比今天还寒酸呐、啊，穿长裤啊，因为穿长裤好跑天下，穿这个上下跑快呀、啊，对不对？穿裙子不方便，她叫我出来啊。我跟她说，哎，不要不要，你们教学我啦，你们要学我，怎么出来的？我问雷教官，你们拍到我怎么的步伐呀？啊，要非常精神昂然的速度，很快的上台，不要人家请你呀、啊，你在那里慢慢腾腾的，好像你躲老袋笼中啊。我今年90岁的，假如我要能走，我也是速度很快的上台，因为人家在请你的时候，那都在等，那全场都在看呢、啊。全场看的时候，你不要傻傻的低着头跑进去，又不是像老鼠，抬头挺胸，然后这一只手，你说我是招手，你说我是发光，随你感应，我都不鞠躬也不鞠下，我就这样子给全场这样，全场的眼睛都瞪得这么大。心若狂了，都欣喜的说了，看看你这个母娘怎么讲话。昨天声音还比现在好一点，好，越说他都知道今天病得厉害了啊，病了一晚上了，身上都病坏，昨天病半天还没把我踩死啊。这些细菌上去讲话，内容简单明了，通大明法师，通师父，记得上台要彰显人家，不是说我是母娘啊，我就是你们认出来的瑶池金母转到凡尘，你们都是活的佛，你们也是母娘，你们都是，这个时候不是该讲这个话的时候了。这么短短的几分钟，你不要讲它那么长啊，最多不能超过2分钟啊。这个大会场不是你讲道了，卖弄这个道的话，所以有些人爱讲道，上去又讲个道，三纲五常都把人家吃的饭的兴趣都没有了。马上彰显大明法师了不起，盖这个这么大的庙，这么辛苦给我们众生，我们要怎么做，就帮他产生力量。然后接着就讲这个师父病中还来主持，这个师父多么伟大，让他们看看师父们他挂碍这个病嘛。这个道在讲啊，有没有在讲啊？但是讲得很捧人嘛，啊，然后马上我要下台阶了，我不能说我要下台了，鞠鞠躬就下来了，你漂亮一点好不好？我说今天我能够到这个道场，谢谢龙翔大师，现在请龙翔大师来给我们大家开示。哎，我已经交棒了，龙翔大师上去了，你上来下来，上去要彰显人家，下来你还要彰显，要提拔人才出来。结果龙翔就出去他就想静下来，想叫济公附他的身，讲一些那种好的诗词啊。结果呢，没办法，济公没有全用，他就讲半半的。后来我在想，你想在这种大会场来让神来附你身的时候，神可能要考你不附身，看你的真功夫，你的真功夫在哪里？他闭着眼睛讲话，
讲也讲完了啊，讲完了下来了，结果那个主持人就是病的师傅，主持人就开始请另外一个师傅上去。那个师傅是个女的，她很谦和，每次见了我叫母娘母娘，跑到我面前来。结果昨天呢，她就上去，穿了很漂亮的衣服上去了。上去了，她也很聪明，用灵驾。你知道用灵驾比你本尊好吗？因为你本尊那个口啊，没有学的那么会善巧，文采也不飞扬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是请灵驾来附我身，神采飞扬一点吧。结果那个灵驾有附身，我又跟他讲，这个是附身呐、啊，讲得好。所以仙佛助人呢、啊，他要叫这个附嘛附不起来，希望你的自信佛出来，你本尊的力量出来，这个嘛信仰还是我来帮你吧。要是你也出糗到了上面也做不好，那这台戏不就不好看了吗？是不是？到底是神人共欢吗？是那神也要出力嘛，所以神就附他的身来讲话。那再有个下一个师傅又请了另外一个，那个女的说不要不要不要，叫她上来，她跑到台转到衙门去了，不要不要不要。这就是什么道理？平常一个天人合一力量不够，不敢面对群众，那就自己本尊佛又没有办法压得住，所以这个力量就不够。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可惜了。假如有一天让你上天堂，那天那个慧生法师送我这个的时候，我说你送我这个，你没有看到我全身都是就什么两串香蕉什么都没有吗？啊，我现在带着你这个，我不喜欢我自己被人家尊重，因为我每天可以受忍辱波罗蜜，有一天我真的坐到我的大位上的时候，我可以面对我所有的人说我在世间没有名利。有没有名利啊？我有没有名啊？没有。我有没有利啊？没有。那你在世间干什么的？我就可以坦荡荡跟他们讲，我在世间做见证，我在世间让你们学这些贤者，学你们这些大家，而不是要学我一个人。所以姚命归凡在30年前就说：“瑶池金母下凡尘嘛，圣极以真容度世人，未得普传陈干善，命教人圣呐、啊，你们人圣呐、啊，早排行啊。”口口人山捧我蓬莱呀，等我死后一定口口人山捧蓬莱了。那个时候你们会说，哎呀，我怎么没有见到这个肉身母娘，后悔晚矣。没关系，我们雷教官在网络上已经曝光，在 CD 片上已经做了4000遍的 CD 片，你们要看就看吧。你们要想求感应，只要你心诚，心门打开必有感应。所以瑶池金母的肉身很不值钱。为什么不值钱？因为今生我法衣穿，也许说法衣不难，你穿一个嘛。我穿上法衣，我就不方便，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我要想帮人家洗厕所都不能洗，呵呵，扫马桶你都不能刷，对不对？假如我不穿，我在路上捡垃圾，我从前跟带着他们到哪里去捡垃圾，山头一路捡垃圾下来。现在大家提倡环保，十几年前我们就在大陆的山头捡垃圾。普陀山哦，普陀山捡垃圾，我不穿大师衣，我捡垃圾毫无挂碍。所以我给大明法师说，你是师父，你是大师，我是居士，我居士护法护理，你没学会这个话。我们是居士，我们要护持师父，护持大庙，要护持所有的庙，不管大大小小。因为我低贱嘛，有一次慈济办活动，他们穿上那个蓝衣服都很高贵，你们都知道啊，都领子也很漂亮，这里还有金的一个莲花，百万啊捐出去都有一个莲花，在那里都道貌岸然，庄严法相。只有我穿了个长裤，灰头灰脑的在那里捡东西整东西。他问我一句话：“你是不是慈济的志工啊？”我说：“我不配当慈济的志工，但是我做你慈济的事。”你听懂这句话了没有？你慈济出钱我出钱，你慈济做工我做工，你慈济做什么我都做，但是我还不配。那你配吗？你穿的那么道貌岸然，你连个下面那个勒索什么那碗筷要收了你也不见，刚照指挥这些义工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啊？是不是这种现象啊？是。叫别人穿不穿蓝色的衣服，赶快做动作去，做动作去，自己很漂亮。所以穿上这些衣服都是障碍，
你最好就像你妈妈一样，在家穿居家服、扫地服、邋遢服，出去以后方便做事。所以活佛是谁呀？活佛是家里的父母，就是你们的父母，就是你，你自己本身也有孩子，你就做这个动作给他们看。所以我就回来问雷教官，你有没有拍摄到我走上去的这种气势？他说可能有吧，下次你们要注意啊，我要上台不是一个人上台，一定有法身出现呐。你能不能拍我注意一下，说不定我后面是光都在射呀，我的手上都在光在闪呐。以后几十年以后，科技发达了，看到 CD 片的时候，哎呀，瑶池金母真是下凡尘了。他上台走路的时候都是非常坦荡和威灵的，而且他身上的光，七彩光我都看到了。你们不要总是傻的照人家大人物，照人家大团队。昨天雷教官他好高兴啊，看着一个那个歌唱团，这个团员呢、也整齐漂亮，就是大明师傅的歌唱团。那个指挥人呢、我却可惜了他了。为什么？我今天教你们，今天这个合唱团出去都是穿旗袍，很高贵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指挥的人，你要穿什么装？你们告诉我。啊？啊？便服。便服。什么便服啊？他们都穿旗袍。应该是同一款式，颜色稍微不一样。特别他们都说男的，你可以挑红的、紫的。就是一个领袖，他穿的这个旗袍是小凤仙的那个，但是比小凤仙不露，这个胸前一大块是空的，露的他的这个不是酥胸，是白胸。请问这个上面站在上面要给他照那么多镜头下去，因为他的错不要让他曝光。你知不知道一个指挥人的人仪态端庄，不能袒胸露背，懂不懂？啊，还有服装不能太华丽。第二次上台都绣的珍珠，这不是珍珠，什么金片上去都不对。为什么都不对？因为这是道场，不是夜总会。你们要懂啊，在道场就有道气存在，夜总会你可以搞得这么琳琅满目。所以修道人处处是道。穿着的衣服像我今天穿的这个啊，昨天的旗袍穿了三天了，不敢穿下来，怕你们闻到我的臭味。今天换一个也是领子有的，不能这样露的，懂吧？手背从前我们都穿了个没有袖的，现在稍微服装要有点袖，是吧？这是一个礼貌的，因为年纪大了，不要天天露出你那个肉来。好，稍微把自己装扮像一个老者像，啊，不是那么年轻妩媚像，所以这个有关系。回来我就告诉林老、林堂主，这一段合唱团的照一下就好了，删掉、洗掉，不要留那么多。等到他本人有一天看到他是这样在台上的时候，他都会羞愧了，因为他现在年轻，他不知道。等他年纪大一点，他就会知道。我的员都穿这个，我穿的这样不好看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注重一个领导人他应有的修养，啊，还有指挥。当然我们不是专业，可是我们可以看。假如那个水平不高，请你们不要拍太久，你懂吗？因为不高帮他保守一点，你不要猛对着人家照。等到哪天他看到他自己，他会难过呀，因为他也会进步嘛，对不对？他年轻的动作过分妖艳妩媚，等他年长的时候，他就觉得我指挥的动作不够端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做摄影的人要积德给他，要帮他积德，这是我们提倡的。不要说啊，这如来真实意，我讲真话真拍，你讲什么真话？我年轻无知讲的真话那是假话，我到年老了讲真话才是真话呀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摄影机要注意。好，
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把这两天我们应该反省的跟各位提出检讨，请你们大家多多向我们的护法学习。现在我们请护法先上来，雷教官你先上来讲。好，洪恩师，诸佛菩萨，各位同学还有各位好朋友啊，欢迎。刚刚几位好朋友他们第一次来我们佛堂啊，他们说他们是海绵，是来吸的，所以我就赞扬他们啊。说在我们大家都在学习啊，都在学习成长。我在这边真的，我非常追跟着我们活佛走各地方看了很多啊，真是要赞叹。因为我每次都想唱啊，要。瑶池金木下凡尘，身即真容度世人。瑶池金木下凡尘，身即真容度世人。你们看到，我们昨天啊一出发，我们活佛是神采奕奕的，哇，脸通红红的。但是当帮那个刚来的师父啊。一办完这个刚来的法会之后，真的生病，脸苍白，我在旁边看了很心痛，然后回来以后也很心痛。刚刚大家都已经做了天地人的见证，都看到我们的护法的辛苦，然后看到菩萨，我们上师每次啊都说菩萨是无名英雄，因为他们都默默在保佑着我们，我们都不知道，都所以我们常要感恩呐、啊，所以我们活佛说叫我们磕头的时候要朝四面磕，不是光一面呢，要四面，因为嘛不知道哪一方神佛在保佑你们，就要朝四面磕。所以我是觉得应该要提倡要朝四面四个方向，当然人家讲话是八方啊几方的，对不对？但我们只有四个方向嘛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愿意多磕多好，但问题是我们磕的话有那个意境，心要感恩，真的是要感恩。所以我们大慈大悲的活佛，真的我这边刚刚看了以后，真的感同身受。我觉得哎呀，真的是我都做不到，但是我们要学，跟我们几位那个好朋友来的，他们都也是来学的，学习成长。我们都知道嘛，21世纪。是什么灵修的世纪，你们有些朋友进来一看到可能还不晓得，但是我们部落格30个部落格在全世界这样子在 run， 看哪些有缘人啊上去点到看到了。这是菩萨叫我们菩萨的美意，因为什么？我们上师弘法五大洲绕了地球2周，然后去年各全岛环岛，每个地方有法会地方必到。为什么？连冤普渡，父母收援，最重要的团结力量大。我们这一今生是什么？佛道要双修啊，但是我们怕有些什么佛他说是什么他最好、那道嘛他就他神威显赫，所以说这各个门派啊都分各自独立。那我是觉得我们要团结起来，共襄盛举，把我们的道路要拓展开来。所以说现在你们知道吗？日本现在多可怕，多怕地震。那什么，全世界人最怕什么？最怕核城，对吧？核子的那个城啊，到处飘飘飘。那你能躲到哪里边去呢？那个我今天看那个 Facebook， 我的网友啊，他们说啊。美国希望那风啊吹向西方，啊，中国希望风吹向东方，那个我们的北那南半球啊，那个其他地方的话希望吹向北方，就大家互相吹嘛。我都写了，干什么？感谢希望菩萨保佑我们吹向上方，上行西上行，你吹到哪里都不高兴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合成啊，现在什么？如果天是让我们，你看没有风没有，静静的让它落到海上。对，你看了没有风，你别吹了。不要吹了。现在什么？每个人都怕吹，但是我们自己要把自己吹起来，对不对？说实在，有时候我们跟母娘看啊，
学了很多，母娘到哪里都是帮人家，每次到哪里都是要捧人家，到哪里都是要助人家。你们看到母娘供养人家是怎么供养的？红包拿以后啊，双手供啊，这样鞠躬送上去，恭恭敬敬的。哎，给钱是这样给的，你们哪个？我是大爷给你，丢了都是这样子。但母娘不是这样，恭恭敬敬，对众生都是恭恭敬敬的，礼敬众生，是完完全全实实在在，他实际在做。但我们有些，我们说在我们做弟子的，也是在学习成长了，也不是说一下子能做到很完美，我们一直在改进，就跟那些我们刚刚师兄也在谈了。也是在进步，但是总要有第一次，然后有第二次改进。那现在是全世界都在恐慌，那问题是你们知道吗？我们需要谁来保佑呢？是不是？我说再怎么样，人定胜天这句话不能再讲了，胜不了天了，动地动一动，那边现在哪个国家没有核能发电厂啊？大概都有，然后就中东战争现在在爆发啊，内战，然后大家又在抢石油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就人心嘛，对不对？都在斗，然后他就抗争。那我们现在真的是要复古收元，要团结力量大，一定要把这个道路要推展开来。那我们大家不要想说你们的力量不够啊，团结在一起就是一条心嘛，就是大家要努力。所以说有时候我常跟我们活佛这样子一路这样学啊，这感恩我们活佛上师一直在教导我们。哎，他教导师的话是马上就跟我们讲嘞，所以我们感谢，怕我们有些老上师啊，就是说哎别个师傅嘛都怕得罪，但是你说现在得罪了能救你，但以后当你他不得罪你，然后不给你开示，我要你这个毛病不改，脾气不改，接着下来什么因果就讨上你了，就找上你了。其实我们应该什么，大家都要多行多做，也不要担心啊，说哎呀我在外面帮他都做很多善事啊，都帮他助念呐，做了很多功德啊，回向啊，为什么我家里面不好呢？为什么小孩不听话呢？我跟你讲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啊。我们今天啊，说实在的，菩萨没有欠我们的，就是我们欠冤亲债主的啊。我刚刚给我们那个新朋友来又讲嘛，开玩笑，就说我们好人都死了，我们坏人都转投胎轮回了，就是我们现在，那我们呢，我们就要赶快要多改毛病，去脾气。其实真的来讲，有很多我们不管是什么宗教，所以说我们昨天那个在大明法师那边啊，大明法师教我们不要分宗教啊，不要分派别啊，不计较啊，那个我们常不计较的教是宗教的教嘛，你不要分嘛，因为每次我们碰到啊，哎，你是哪个法门的？你是拜什么的？都在分呐。其实我们在这边的话，我们都没有分呐，对不对？其实大家团结，就是力量。我们能够跟着母娘在这边啊，尤其今天此时此刻，能够法喜充满的在这边啊，听我们活佛的法音。真是很殊胜，也是说累世所积累的，然后今天能踏进来，这个因缘际会一定要珍惜。所以我有时候常那个说天地都知道啊，母肉身母娘在此，然后我们去年到了各个法会场啊，每个法会场的主神他们也是瑶池金母也附身来附身，附他们堂母身哦，来见瑶池金母，肉身瑶池金母。所以说你们现在都是肉身的，也就是说什么未来佛，那要修。但是问题是我们跟着我们有机缘啊，知道的话一定要有信心，然后要追随啊。所以说我们同修啊，我讲到我们同修真的很幸运的，能够追随到现在。当然要赞扬你们。你们附身的痛苦的不得了，
然后像我们的布点啊，我们凤山的堂主也是昨天啊，奉献伤口一在地上滚滚，他也是撞，代比丘传达他的心意，撞的头都是流血，我当然也是满身都是灰尘，因为什么？他一附身呐、啊，那比丘附身啊，还没有，他会找个干净的地方滚滚呐、啊，不会的、啊，他一附身马上就在地上滚呐、啊，到处滚呐、啊，啊，到处在还爬，啊。所以说有时候你看我们这个肉身有没有用啊，说在要放下，所以说刚刚婆婆讲啊，你们痛，哎呀痛就痛吧，对不对？吃药啊，不要挂碍，这是在教我们的叫观音心法。那你们说哎我好苦啊，苦就苦嘛，对不对？总是还努力做啊，多行功立德嘛，所以说我们说天地都知道肉身无量在此，那我们同修真的是非常的兴奋，所以我们要欢要念那大声的大声的要常经常唱啊，对，要唱药师经啊，对，下半身的。那另外还要我们要赞颂嘛，对，我们像我天主教的嘛，我们常要赞颂上帝耶，主耶稣耶，所以我们要赞颂嘛。药师经母，药师经母，千秋恩师直到永远。因为你们知道了嘛，为什么不唱呢？对吧？我到华语场，我一定唱，但为什么没人啊？这个录影机有录下来就是了。但是我就很喜欢，我很欢喜的唱，因为天地都知道。我们人不知道，好可惜啊！我们一定要珍惜啊！我们一定把这个好消息，我们讲嘛，好吗？记住这个好消息啊，要让别人知道，不要自私自利的哦！你们知道了，好不容易再带来哦，来见见肉身遥知金母。因为说实在的，你们能够见到啊，说实在也是一个要感谢冤因债主。因为我们以前结缘嘛，冤因债主啊，会让你生病，会让你家里面出事，就进不来。那我们能来，是不是要感恩呐、啊？真的要感恩，还要惜缘。然后我们同修一定要道心坚定，一定要努力的，追随我们的活佛，我们的药师肉身药师金佛，对，我们绝对是理想啊，是跟定了，我们没有跟错，你们要。这个心啊要定下来，好好的修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共修，共同努力啊！谢谢。下面一个季贤生准备啊，你来上来讲。其实要给萌芽扣应该是十扣零，可是萌芽一直。让我说赶快请起，请坐。昨天仙佛还有母娘还有各位同修还有各位新来的朋友们，你们大家好。那个我叫淑珍，昨天我有跟母娘一同去和天大道院，我很庆幸昨天以前闻到母娘教导我们，我会很难过，可是昨天我很高兴，因为我想到母娘还有那么大的力气可以对我们教导。我昨天真的是闻过则喜，这是我昨天获得最大的。要闻过则喜这四个字要做到很难，可是我昨天感受到连最基本的礼貌我们都不懂，还要母娘来教我们，我很忏悔。昨天我回去带着我儿子去读常理举要，常理举要教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，长者与物需双手奉接，长者给我们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双手去奉接，这个是生活上面可能爸爸妈妈会教我们，老师会教我们，可是古圣先贤他已经把这些礼规都已经写在经典上面，我们而不自知。所以昨天我回去带着我儿子，我跟他一起学。我昨天也看到我儿子很多缺点，我心里也很难过，没有出去历练，不知道儿子的不足。那出去历练之后，
就看到不足的地方，所以我说妈妈陪你一起，妈妈也要学，我们两个就一起读常理举要，从做人处事开始做。那昨天感受到母娘渡人，真的渡人一面胜造七级浮屠。她渡了一个人之后，她不挂碍，她去彰显对方的德。她一看到她提水，我们这些土啊，称不上土，羞愧说是母娘的土，因为我们太弱了。母娘一看到她提水，赶快彰显，叫我们赶快干，赶快看。我就发现到母娘的心，她希望借这个机会让这个师父他有以身来世教众生，让他有行功立德的机会，把他拍下来让大家看，从提水然后让我们看他的脚，他一只脚肿肿得比两只脚还要大，这么肿，他还要从山下去买水果，然后提得很重，提上来，上来还要提一大桶的水。我们悟点师兄有去体验，很重，提着那个水来洗水果。那当下我就看到，我就感受到母娘的心，之后母娘就不舒服。那我们当下我们也没有跟那个师父说母娘不舒服，我们都没有乖，只关母娘还关心她说你还好吗。然后到晚上，到晚上，当母娘看到她拿起麦克风在主持一个这么大的场面的时候，母娘的那个喜乐我看到了。她一直不断的说你们看你们看，她可以站在台上，就是那种妈妈的心，看到自己的孩子病了，然后经过这样子的开导之后，那个师父说他已经好久没有笑过了。你们有很久没有笑过吗？有。然后请找母娘，母娘可以让你心里面开怀笑出来。他昨天跟我们讲一句很实在的话，他说我很久没有笑过了，有笑只是皮肉之笑，心里面笑不出来。可是昨天经过母娘这样子跟他开导之后，他是那种由发自内心的那种喜乐跟我们分享，还有站在台上很喜乐的恭请母娘上台，彰显母娘的德。他的风范真的让我们很惭愧。我当下我也是祈求，我为他祈福，我希望他可以多活一点时间，让我们众生有福可以闻到他的，听闻到他的这个声音，彰显师父的这个德。母娘在吃饭就好喜乐，当她在讲话的时候，她就把筷子又放下来，就静静的听她，然后就叫我赶快看，赶快看，你看她多优秀，就要赶快请雷教官用镜头把她抓下来。这种她一下子转变那么快，除了彰显佛，彰显这位师父，其实更要彰显的是我们母娘，而我们却没有做到。所以昨天看了这样子一个过程下来，我们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也都是母娘指点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这个愚昧的这个头脑可以顿开。真的昨天母娘的一番话之后，我顿开了，我真的好喜乐。然后在整个的那个过程当中，感受到那种，因为回去之后我还去细细的品尝今天的这个过程，真的，就当你能够救人一命的时候，是比你得到千万还要富有。这个就是无形的资料，天上的财物，那是金钱买不到的，也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。所以能够有机会跟随在母娘身边学习，母娘已经很久没有教导我们了，她觉得我们长大了要自己学习了。所以昨天能够听完母娘有一点力气的声音这样子来告诫我们，我真的好高兴。
哦，我好高兴，因为好久没有让你这样子说了，所以昨天这样子说了之后，我觉得我通体舒畅，你知道吗？能够被母娘教导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。母娘她已经很久不说我们了，都是我们自己要去磨。当不说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更辛苦。那有说我们，我们会顿开，在当下，不管是今天是谁，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，而是针对我们大家，我都认为母娘在说我。可是今天是借镜到某个人身上，可是我希望我自己也是他，我把他换成是他，母娘所说的话语，我都能够全部用海绵一样的把它吸收下来，然后好好的改进。因为我们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需要大家一起来教导，也希望说新来的朋友也给我们多指导，我们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请你们多多指教。那我的分享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。我们请台中来的刘小曼姐姐帮摄影机的一下。